我以为今天你可以用机器。人家网络有一种那个空气漩涡的除草的，我有看网络在卖那一种。台湾还没那么先进。没有，网络就可以买得到。那个是空气的，就是像超音波这样啊，一个它一个气旋一直在除的。它不是这种的，没有声音的。它就像一个空气，有没有一个漩涡这样子的？它是像身上有背一个小型的那种发电机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像电扇这样一直转一直转这样子。可是像这种是没有办法除啊，那种是庭园的草地才可以。这个就算下也不会下多久，因为你看云往那边飘，好不好？不是往我们这边，这个是山上的地形雨啊，所以也是靠天吃饭啊。你这样下不是比较凉快？为什么有人要到山上啊？就很凉快啊。六七百公里啊。这里有超过600啊。